那就是这次试炼的最终目标，食材魔，击败他，证明你们能成为神圣殿堂的一员。那就是我们这次任务的目标，食材魔吞食的永恒星光。塞尔之城的星牌已经建好了，只差一些永恒星光就能启动了。我们已经抵达目的地上空，从空中突入目的地。 快，被怪物抓走了！走这边，我们快跟上去，从这里爬上去。 好大的宝箱，里面会有什么？换上新武器，我们继续前进吧。前面的门关着，我们得想想办法才能进去。啊，这里有肉，我们烤肉吸引他们出来。你去搬木柴过来。 什么东西那么香？啊，香香的烤肉，还不快搬进去？是老大！我们伪装成怪物的同伴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我好像听到了及格的呼救。 闪开，闪开！快让爷看看新来的小宝贝儿！哇，有阵势！快走，快走！我要消灭食材魔一雪前耻。嗯，这个小喽啰就交给你了。 我来吸引他的仇恨，保护你们。 之歌，守护我的队友。
快看，永恒星光碎片。你没事吧？看来这块星光并不完整，不能稳定存在。这下可棘手了，蒸汽山谷突发地震事件，应该是永恒星光又出现了。你体内的永恒星光会让你更容易感应到其他星光，派你前去执行任务。我叫莉莉娜，提姆是我的好朋友，得快点找到他才行。山谷最近经常呀，又地震了，好可怕！地震事件搞得人心惶惶，不少人都有烦心事。我不记得小时候的事情了，我只记得我被莉莉娜捡回去，庄园的大家对我可好了，每天给我做好多好吃的。到了吃饭的时间喽。孩子，我听莉莉娜说，哎，糟心的事还不止这一件。我们庄园传承的雕像莫名其妙的，说到这个，祖先说老山王能压制地底岩浆的能量，所以他能保护蒸汽山谷平安。但我们很久没，谁能帮帮我呢？这些天你就住在我们蒸汽山谷吧。如果地震事件搞得人心惶惶，不少人都有烦心事，你可以去帮助他们。嗯，雕像上的脏东西根本擦不干净，我和大家说是一只超巨大的叉尾猫干的，但大家都不相信。那天晚上我哎呀，那些美酒可有些年头了，当时怕自己忘记，我就画了张地图。
谢谢你，孩子。哎，看到这美酒啊，就想起了十几年前的快乐时光。杰曼先生的工具店经常有些稀奇古怪的发明。给，这是我捡到的插尾猫毛球，你可以拿着这个去找他。至于有什么作用，只有插尾猫知道了。哦，这个是我发明的猫语翻译器，它可以翻译猫的语言。谢谢。是的，刚刚我发现有插尾猫在厅外偷偷看雕像，说不定他们就是那天弄脏雕像的插尾猫。等等等等等等等，带上这个许愿瓶，然后使用人间大炮飞。雕像好像变干净了呢。我们没做坏事喵，我们是在保护山谷喵，有坏坏的黑衣人在找雕像里面的宝贝喵。魔药可以封印能量，找不到喵喵。